小宋，谢谢你送我的蛋糕，特别好吃。啊，不客气，女士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小宋，嗯，花痴，恐怕你不是白纯吧？司徒先生说的有道理，像我平时拍戏这么多的角色，我有的时候啊是会感觉在角色里迷失了自己。好了，你先出去吧，也差不多了。你干什么？放手！大家来看，我第一次对比你的纹身和尸体的纹身。尸体的纹身在翅膀的尖端有一颗褐色的痣，而对比你的微博却没有。起初我以为那具无头女尸是你的粉丝，可就在刚刚，我去了白纯粉丝后援会，我看到了粉丝会长去年和白纯的合影，照片上那颗痣的位置与尸体上的位置完全吻合。这时候我才明白，原来微博上的照片是假白纯放上去的。可是也有可能是人家把痣给点了呀。好，就算是这样，你可以吃贝壳蛋糕。贝壳蛋糕的主要成分是小麦，可你却不知道白纯对小麦中的一种物质过敏，那就是麦麸。我之前看过粉丝送来的零食，他们送来的零食非常用心考究，为了避免偶像过敏，他们会确保所有零食都不含麦麸，而你却可以吃含有麦麸成分的蛋糕。很显然你不是白纯，死者才是真正的白纯。你真的不是白纯？我是白纯的妹妹，我叫白洁。母亲在美国生下我们以后就跟美国的父亲不和，小的时候就带姐姐回了国。虽然我跟姐姐不怎么联系，但是姐姐特别的疼我，也很注意保护我，所以所有人才都不知道我的存在，只有谢阳知道。那你什么时候进的剧组啊？谢阳一直撺掇姐姐去微整形，说这样会使姐姐更有人气，姐姐也想发展得更好，就跟着谢阳去了。结果没过多久，我就接到谢阳的电话，他告诉我姐姐那边整形出了一点小问题，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只需要顶替姐姐去几天，等姐姐回来就好了。可是第一次你看到纹身照片的时候，难道就没有任何怀疑？我第一次看到照片的时候，我就怀疑过是姐姐，我当时害怕极了，我去找谢阳，可是谢阳矢口否认，而且姐姐其实跟谢阳不和，一直都想跟他解约，可是谢阳不同意。求求你们，司徒先生，求你帮我找找姐姐吧。谢阳现在在哪儿呢？哎，干嘛呢？威尔上谁啊？放下他！谢阳，谢阳，快帮我找！谢阳，谢阳出事了，快！
谁呀？谁呀？就他傻呀！啊！那是怎么回事？知道。这不是你们看出的保镖阿飞吗？对呀，怎么会是他呀？是啊，跟这场戏没啥关系。这就是他，应该。 阿飞说，他第一次见到你，就认出了你是白纯的妹妹。只是他怀疑白纯并不像信阳所说的那样是去了韩国整容，因为白纯无论到哪儿都不会离开自己的保镖。这一次去了韩国，就再也联系不上了。姐姐跟我说过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她最信任的人除了我，就是阿飞了。阿飞曾托人去韩国调查，证实你姐姐从未抵达过韩国。 便知道你姐姐遇害了，所以他就找到谢阳，替你姐姐报仇。从姐姐出道的时候，阿飞就开始跟着姐姐了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他对姐姐的感情竟然这么深。我为了姐姐去杀人，司徒先生，真的是谢阳杀了姐姐吗？警方搜查了谢阳的家，发现了杀害白纯的凶器和沾有 DNA 的衣服。 别哭了，别急，啊，洗手间在哪儿？走走走走走走。那个，没事没事，他就这样，这样有利于他思考。 案终于告破，当红女星白纯于新作开机前因经济纠纷被其经纪人谢阳杀害并分尸，谢阳为掩盖罪行，妄图利用白纯的孪生妹妹白洁李代桃江。这起案件已被警方侦破，剧组方面表示将继续启用白洁，以告慰白纯的在天之灵。剧组的新闻发布会将在明天举行，下面请看另一组报道。关机，哎，不简单的林奇啊，连着做两个大爆点。 这期跟名人有关，你赶快加班加点，咱们趁热打铁，趁着热度立刻上线啊！好，那个我把五代跟司徒燕确认一下，马上就能上线。好，那抓紧抓紧。